我点好了，我点披萨。你点面啊，你点面。好的，那已经不是现在了，一直说他一直这个风哦，没办法退，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。多换，可以了。这是披萨，是什么？披萨。披萨部分是切好了，直接拿起来吃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家里炖饭去葱蒜的，这么吃哦。弟弟不够在这叫，好哦，不够要再叫。披萨要吃这样，这样会肚子饿。还是帆船我这样自由行我也不怕，要怎么弄我也要吃到。对，怎么玩？跟以前我跟你们去玩就不一样。常常在带团，因为我们带团一定会遇到一些什么客人，也会就有扛苦练。我也是很多的 trouble， 会遇到一些。你当时在的时候，我还体力还好，遇到问题还好怎么样哦，就会延伸一些问题。但是问题是，好的，他挡我好多好多地方。我从那个。那是 cranberry 的面，冰的。哦，冰的。这个叫瑞士，马达王翁，超棒。
对，跟楼下一样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好好体验一下，来。有一张给你。来，这一张最好玩。对，来，你也稍稍洗试试看。喉咙会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。就是不想吃。好好。这个看，对，试试看。对。对。哦，好吃，好吃哈、哦，好吃。对对对，吃一个啊。你要一小口体验一下就好。对，一小口表示说肉松的连着你吃过。吃饭了，哪里的？啊？哪里的过来？你要坐那白正南去。小严，你来。没有，他又在照菜。对，又在我们书上。他每天都有日记。要好看一点哦。照看一点。阿姨做的菜哦。耶。中间那是什么？经常在咬那种。玉米。对，那卤。肉燥卤肉饭嘛，正宗卤肉饭的配料，哎是，搅动，对。嗨，哎，快点来过来！没有看到镜头，我就赶快过来。就像抢镜头一样，要照漂亮的。不漂亮的删除。这台相机没有办法，必须要进去。然后有那种自身边角，不能。完全不能，这海关走人家都不能拍，拍了就进去，永久都不能。要到电脑才可以等。还是你先到电脑？电脑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. JS Adventure is a snippe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ravel. 谢谢收看我们的频道。JS Adventure 记录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旅游记事。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't.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下集见，拜拜。